佢哋系无悔噶，而呢个案底令到佢哋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啊！更新中心及劳教中心，希望呢一次嘅教训令佢哋明白，社会系有纪律嘅，犯错系要承担责任。呢度更新中心，而家我带你入去收发室，一阵又同你核实身份同埋验指模。而家各跟一个就位。我知道你四个系同学，我另外四位同学咧就本入劳教中心。喺更新中心里边，你哋嘅身份系受训生。基于你哋犯罪嘅背景同埋健康嘅报告，法庭判咗你入嚟呢度接受三至九个月嘅训练。我哋呢度系采取评分嘅制度，你哋几时可以离开呢度就睇你哋平日嘅表现。我哋呢个生活系讲求纪律，目的系要令到你重建你自律嘅精神，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错嘅话先至嚟你有。正常点啊？喂喂喂喂，点解你会错嘅噶 ？Yes sir。吓？教咗你噶嘛头先 ？Yes sir 啦 ，Yes sir， 再一齐原地，快马 ，check， 嗱，喂，喂，左脚右脚左左，喂，喂，认我啦，一个人冇得自由，你讲开唔开心？我觉得真系好唔开心，冇得自由，好似只雀仔俾人困住咗咁样。系点啊？系点地见到啲蜘蛛网？你哋入到嚟系唔可以管制嘅，你哋刑期长短系视乎你哋嘅表现，明唔明白？点解阿 Sir 要你哋日日磨鞋，接衫要接到起角？因为从你件衫接得好唔好，我就会睇到你处事嘅心态，亦都系啦，够唔够服从同埋自律性？住个衫边，形成佢企咗喺度条领。即系接完，第二朝又样散晒，又要接个，好无聊咯、啊。但系之后做惯咗，日日都系咁样，习惯咗咯，咁讲。知唔知点解做呢个嘢？规矩咯，每一度每一度地方都自己规矩。半闭吸八八。Good evening, sir. Thank you, sir. Good evening, sir.各位民生，阿仔，到底，来，二，大人，一手一手，开始，一手一手。黄启文 ，Sir， 你做咩食条鱼啊 ？Sir， 我不能食鱼 ，Sir。每样食物都对你有益，你入到嚟咧要戒咗偏食嘅习惯，你一定要食到鱼佢。Yes sir， 你明白吗 ？Yes sir， 落手。One two finger sir， 到底，食物继续。Yes sir， 继续。入边有纪律咯，有时间观念咯，即系到嗰时候就要瞓觉，嗰时候起身食饭。入到嚟要即係好多規矩咯。喺更新中心辛唔辛苦？真係辛苦啊！成日要暴躁啊，成日有時俾人鬧啊，唔受得氣啊嘛！以前成日容易發脾氣，但係入邊都要忍咯，咩都要忍。坐翻上探望室，坐翻上一齊拉凳，一齊坐低。坐望室頭哥，探望開始。媽，你阿爸你探你啊，叫聲阿爸啦。爸，點啊？你仲問下你啊？係你唔見家姐嘅，佢今日冇嚟啊？今日我已經要請假啦，佢點可以要請假嚟啊？因為我爸。我唔記得佢，真係耐到我唔記得佢幾耐冇翻屋企。跟住第二日我家姐同我講，話我爸尋日一行咗出去，就喺度喊。不過我真係未見過我爸喊，一次都未見過。就算連佢啱啱喺搭家車，只腳直情俾部電單車砸斷骨，佢都冇喊過。覺得自己好對屋企唔住咯，即係個個都咁錫你嘅，原來即係自己又唔生性啲。依家擺嘢靜坐開始。依家係靜坐時間，你哋趁呢段時間咧，好好反省下以前嘅生活，諗下出去應該點做。喂，走路啊！就死刑啦，即系去呢个军事有叫俗称嘅死囚室，坐咗年零两年喺度，一片空白，冇晒斗志，即系嗰日打人，即系自暴自弃嗰种嘅心态。我食食咗份，都系23都唔系放，都有啲难解，即系唔想同人接触。想同人溝通啊！即係佢生活就唔係好過啊！爹哋啊，爹喂啦，屋企有冇聽媽咪話？屋企嚟探我，咁我仔嗰陣時當時8歲，咁我太太都會嚟帶埋出嚟探，仲未離婚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家庭，我拆散都係家庭，每個父母都係好似自己仔。但係我啊拗咗啲事出嚟，覺得自己真係好畜生，即係對啲死者屋企人唔住啦嚇，即係令到人有可估計嘅打擊嘅精神。咁至於自己屋企都係，咁呢度開始好似敲緊佢。警钟开始要谂下呢个问题咯。琴夜在这天，声音不再响，在遥遥某天偏差了了，消失理想。
仍期望有天响亮，仍希冀又再可为你和唱，但纵是全力已争取，意愿再将偏差复正，换得都是无情冷嘲笑，总不信能做到，怎相信会变好，未欣赏得到能再走得好，在某天偶尔偏差音调甘已复正，来换你能轻轻哀求你去敷衍，愿你知钢琴得到你独奏，便能再度放声扬，就歌曲心